记者林彦君台北报道，歌坛资深新人黄子佼将于26日在台北莱嘉西开唱。黄子佼今19日在华视超级同学会录影前透露，近日心情很焦虑，连做梦都在准备演唱会。黄子佼最怕演唱会当天陷入情绪而在台上落泪，还特别请教张震岳，他说我唱歌不进去情绪不行，慢慢进去，稍微出来，进进出出。黄子佼将开演唱会图，华视提供黄子佼将在演唱会上演唱17首歌，其中有一首是张清芳的歌，花芳姐会到场，尴尬啦，我会唱一首她的歌，唱给原唱听。演唱会完还有签名会，将会和粉丝握手、击掌和拍照。宠爱粉丝的他笑说，要求好多，做整套。女友孟耿如已买20张演唱会门票支持。黄子佼谈到女友，忍不住放闪，现在和孟耿如相处越来越肉麻，他在家只要走去厨房煮泡面，就会转头跟女友说我想你了。黄子佼表示，近期经历爱犬元气和孟耿如的弟弟过世，孟耿如靠着画画抒发情绪，之后将会帮孟耿如办画展，展现成果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黄子佼图，华视提供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